感觉这栋大楼很新哎，好新哦。他等下会不会也跟我们说不可以留指纹在我的家具上？好新的大楼，在我的家具上。单身女子住的。先到楼下拿工具嘛。你有感觉吗？有。OK。你们还是要一起。对啊，我们必须一起啊。要拿工具，新人不能拿。对，新人一定要拿工具。你进去了。有什么工具？这么满版。在拍我的毛细孔吗？超满版的，我跟你讲，而且脸变形。你也变形。要拿工具。好。baby， 哎，还没塞，就好多东西在上面。一些怕待会要用到的材料跟保护工具。哦，还有纸箱。对啊，篮子、泡棉，那是泡棉吗？那个啵啵啵的，您这边是不是？啊，马上演。好。哎呦，这边帮忙，谢谢，帮忙。哦，好，他要写椅车。哇，好高科技哦。对呀、啊，好高科技。哦，好高科技哦，升降台耶。是我一些最基本的工具，就推车，对，然后跟篮子，还没看到一些我们确切要搬到的东西之前，就是大概会先这样。基本款，对，基本款。那那个不用吗？套的那个？是看到我们确定要搬什么，我会陆陆续续把。哦。对。纸箱哎，好多、哦。其实纸箱超重的，纸箱超级重，纸箱超重。帮忙搬啊！好、啊，你刚没开车哎、欸，走过头了。我在这边顾着大家的东西，泡棉帮忙拿。啊，这个要拿，纸箱全部都要搬。这样一趟上去哦，好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塞得下吗 ？OK。胶带。这小小的推车，他好辛苦哦。他好像蛮好用的，好像可以买一个哎。哎，这不能开啊。这样子比较小。对，那就要一个一个搬。然后我跟你先搬这个。你不要把纸箱抽出来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把它立着。哎、欸，急拍弹哎、欸！然后等他进来之后，还没开始搬就这样了。对啊，可是电梯感觉纸箱搬上去的话，好像也进不去、欸。应该可以。它的电梯蛮小的耶。那个门是够宽的。你把它打开。小心，很重。帮我把底下抬起来。够宽，够宽。啊、这个，这怎么也是蛮重的？对，为什么？这怎么随随便便都重啊？好重啊！好、哦，那我们要卡进来，走吧。十四可以啊，要就进来，快点哦！一起进来，一起进来哦！哇！不要拍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嗯，不给拍，不给拍。等一下出去再。太近了，太可怕了。这么多纸箱代表还没打包好哎、欸，哈，我会生气哦。代表你不然你干嘛这样？客户他打包好，他不早上就开始弄？对啊，那在忙什么？单身女子会不会是那种40岁都还没？就是很怕就是这种，然后毛很多，毛很多。然后养着很多动物，养贵宾狗啊、那种，吉娃娃。先出去。好，它可以按那个延迟关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这栋楼很新哎、欸。
在这里啊、哦。哦，真的耶，好新哦。看起来就是在这里。到了，这是垃圾吗？哎、欸，你好。嗨。哎，你们已经到这边了，可以不用脱鞋了吧？哎、欸，要打招呼吧。哎、欸，他睡觉了。他睡觉。谁在睡觉？现在睡觉是对的吗？他是要可以脱鞋吗？靠靠靠！真不会是家里有跑车、欸？你要想说什麼大尾蓝真的是不一样哎、欸，有电，真的是大尾蓝哦！进来不给我拖鞋哦、喔，要拖鞋搬家了。哦，也是啦。对啊，气死我了！好啦，做工作做起来。你真的很会假公济私哎！这到底是谁发的？你自己打电话约的、喔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原本就想说要找那个康福帮我搬家。然后后来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这可以做成一集的。谁允许你们乱去啊？你谁自作人你？你为什么你要自己做决定？你陈思雅你？啊，你为啥自己做决定？好，不要这么愤怒，你先去打包吼，打包一下，打包一下啦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样经纪人出来谈，哎、欸，不要躲起来。我今天业主哎、欸，好
好热哦。Who care 叶祖啦？叶子妹啊，叶祖。死我！学长，学长。那个学长，接着就麻烦你们了。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扛走吗？把他扛出去？不行、啊。我们就负责检查他有没有私人物品和违禁品。没有没有。他是我们的业主。你看、啊、Who care 他是业主啊？看他。你们不能砸了！谁叫你们接这个案子的？你们不能砸了康福的招牌，你们要好好的做。怎么样？我就是砸康福，不行吗？我变阿福，我脱掉就好了，我脱掉、啊。奇怪、欸，忘不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一进来他都还没有弄好，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嗯，先了解一下，是不是看到的东西都是要的？你是不是看到的东西都是要的啦？有部分东西是留在原地不动。沙发是谁的？是我的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不是他买的啦，是我买的一万多块 IKEA 的。我们业主好有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们球款赚那么多、喔，辛苦你们了。没有，他大尾蓝现在，你不知道他现在多大尾吗？大尾蓝哦、喔，家里开跑车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白色跑车哎、欸欸，好像是红色的。没有，上次开的是白色，有点白哦、喔，十一台跑车，我看到是白色，红色的是滑板车，你是我是。我们不要惊动到就是附近的住户，不是已经惊动了吗？不 care， 大伟来了，对，大伟来了，房东住隔壁，房东是不是？小心房，那你为什么要搬？你觉得房子很烂啊？房子烂，就是，嘘，小心点哦，对，在墙壁龟裂了，我在讲，我的锁坏掉还没修哎，哦，好，沙发是不是？对，但这个可以留在这里啦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去到那边，他们那边已经有沙发了，所以这就算房。啊，这给我啊，送我。你要？对啊，你家没地方放啦。他没，你确定？可是我的沙发房东的，可是他那已经塌陷到不行了。那、啊、房东的儿子，房东的儿子你好，你好，房东儿子好。他说你们没有什么，我想说。小声点。房东儿子有什么？他想要被 Q 吗？小声点，小声点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小声点。不要说。漂亮漂亮，比较简约一点点。它里面很干净，很干净啊！你看，一般人家沙发，你是要这沙发是不是？那你自己搬吧、欸，我们没有要搬到你家。我真的要啊！那你就是……那如果业主的朋友要这沙发，我们应该没有义务帮他搬去他家吧。学长，应该没有义务帮去搬他家吧？我们等一下再来研究研究。学长，那所以这样沙发要包喽？是吧？要啊！你确定你要？对啊，你要就给我认真。你如果真的不要，我要。我是认真，因为我房东那个沙发是一坐你可以坐到地上。我认真是要留在这哎、欸，所以你要就可以给。那我要。它是沙发床，你看它拉出来可以变床。还是上面兜路尿尿过了、欸，所以你不要。没有，它没有。哎、欸，兜路嘞。它躲起来，因为现在太多人了。我今天只负责帮你照顾猫。啊？剩下的部分。你给我做事啊！什么都不做，从早到晚都不做事。照顾猫。然后他呢？你诚实呀！那我把猫打包，然后你背在身上，然后继续做事。哦，没有，这样算照顾猫。我刚刚你先去打包，你先打包沙发，你自己的沙发你自己处理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我不会拆、欸。刚刚没有教到这个、欸，哎，怎么办？有啦，我不会拆、欸。他没有教到，哎、欸，这要拆吗？等我们看一下，这也要拆。哎、欸，我想请问，为什么师傅都会这么壮硕啦、啊？是因为常搬家，所以当然啊，不然呢每一个都哇塞！你看，您过来，过来，你不知道他们都要重训吗？哇塞！他们每个都怎么这么壮、啊？他们的公司地下室健身房，而且他们都60岁以上了。对，啊、看不出来、欸。他们都65岁，真的假的？65岁的，他工号3号，他是元老员工，元老已经60几岁，68，68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，还不退休？78，哦，60。真的假的？都很壮，看不出来、欸。你看运动的好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运动专题，到这边要正式告一段落。康福搬家，好了，要开始搬了啦！我不想打拖我回家的时间。加油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要搬家？没有啦，没事啦。这里是吗？这里是吗？欸、没有，这个架子不是。这架不是。位置不是。然后这两个 Rakuten 是。Rakuten 是。那上面的东西呢？这是你的吧？不是，这是我的。这上面的东西是吗？这是我刚刚给我经纪人们的衣服跟东西。那就等一下，那就不是帮你留在另外一个角落。那是他们的，对，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。那沙发上面这些都是。对。上面的东西都是，茶几上面也是。那个茶几黑色的不是，然后这个桌子要搬过去。好。冰箱呢？冰箱没有。洗衣机呢？
没有。好，那厨房的部分就只有中间这个区域吗？柜子里面还有东西吗？都清出来了。都清出来了。对。那那个小凳子跟那个篮子呢？那个篮子，那个三层那是我的，然后椅子不是。好，三层的那边就是琉璃台到椅子那里不是，對，然后那个三层的是。对。那个木架是吗？木架不是。好。去学习啊！你们在干嘛？我正在听啊！你家有 B1 哎，这什么格局？好酷哦！ B1, 对啊，楼中楼概念。好，那卧室的部分呢？卧室呢？卧室呢？床垫。床垫是。对。衣架呢？衣柜。衣架不是。衣架没有，上面的衣服有吗？对。啊，那个五斗柜嘞？没有。然后下面两台电视，然后跟那个挂衣服那个架子也是。你一个人住看那么多电视干嘛？就有一些是业配的电视。好 ，OK， 那就把剩余还没包好的东西顺便帮我。哇，翔哥直接踩你要踩你沙发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要搬家了，鞋子直接穿进去没关系吧？翔哥真的是很雷耶，在那边吸地板。然后这里呢，这两箱厕所有什么啊？厕所有马桶啊！哎、欸，你杂物根本就没收啊，同学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箱子了。还有卫生棉哦，各位。哎、欸，不止卫生棉吧？怎样？我们看到那个长长的，那什么？啊，是不会去收哦，请你们来干嘛？有违禁品哦。加油！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们是要先把他的箱子先搬到车上吗？嗯。就大袋子的那种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一部分打包，那一部分先把东西慢慢。那我们先慢慢撤出去，是不是要不然不知道什么要拿。那我是要继续收小东西啊。让你们收东西，我们负责搬，好吧？好哦，我们先接棒把这拿出去。你可以搬沙发。倪轩，你先接棒把它拿出去。没有，我们应该要先把箱子都装粘起来，让他收东西吧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先把看得到他装好的拿出去，不然你会不知道哪一个。到底是要搬或什么会变得很乱、哦？有一些是要丢的。你先拿这个，你先拿这个、哦、海龟。有一些是要回收的。这是什么？海豹。你这个还要吗？要啊，废话。这个是要回收，我会丢、啊、这个不装，还是可以放篮子啊？这是回收，然后这个是鞋子，这两袋是。还有这个。对。嘿，好。Oh my 天。还有这一袋也是，这是完全不知道从何开始、欸，然后把一袋一袋的，我们的动线先清楚。对，所以你要先把这些东西先搬走。对，那我推这个，因为你要把动线清出来。德鲁不在里面，他在哪里啊？我今天是来看他的、欸，这么多人，那你下歪。对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推出去，因为太高会容易打掉。哦，好。哎，这是我的。这间房子好棒哦，还是我租下来？行李箱它有要装东西吗？嗯，没有，没关系。采光很好哎，而且很通风。对啊，我喜欢采光好的房。哇哦，这餐具，他写餐具。好，这箱是衣服。哎、欸，你的箱子都是。康复的耶，因为要去请他们搬家，就干脆就一系列。谢谢啦，嘿嘿，那就用打拿的。这小东西。然后我要煮这个衣箱，你们有学到这个吗？有哦，这个很酷哎。这个到底有什么难的？你为什么不能自己煮？因为我看不懂它长什么样。什么叫看不懂？不是摊开而已吗？那它还要装脚架呢，它还要装架子，就装脚架而已啊。你要拿胶带，你胶带技能，胶带技能。我刚学到一个很屌的东西。快快快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给你看。这交给你，这交给你。我去弄其他东西。比小钟哥魔术还厉害哦。OK。这行李箱也是这个。对。我没有想要跟客户多废话了。我今天要早点回家。哎，这空箱子也是，对不对？哪里？空箱子。对对对，就是。你看，粘胶带的时候是过来。哦，哎，我又没有要搬家，快点学这个。你看是不是没有？我没有，现在没有那个剪刀。对啊。准备喽，一二三，掌声鼓励啊！干嘛？
哇哦，好棒哦，很厉害耶！哇哦，你来，你来，哇哦，好神奇哦！你把它用撕的撕掉。哇哦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家有剪刀哎、欸。没有，就是学长说用剪刀时间。借过啦，借过啦。你今天早上都做了什么事情？这是我唯一值得可以炫耀的事情。你今天早上怎么这样？你怎么会？好了哎、欸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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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你讲。你要很快很快速的那一种。刚刚不够快吗？你刚刚不够快。你要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。借过借过。有没有有没有啊，你这可不可以帮我理好一点？你这样确定我衣服不会掉出来吗？不会啦。Hello。没关系啦，你到了就要拿出来。哦，把蓝掉。借过，你挡到我的路了。有你挡到我了。来。啊，你的架子呢？这里啊。哈哈，撕不掉啊，老鬼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！有了有了有了！箱子是已经，然后翻过来。哎、欸，那个猫跟那个行李箱也都是吗？猫的所有东西都是。对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留下来，这个背包留下来，因为它等一下要进去。哦。然后嘞，然后就把它挂起来呀、啊！这到底是有什么难哦？ Oh, 好了，啊，它这样不会掉吗？不会。然后你等一下装完之后把它盖起来。大衣嘞？哦、oh, ，在下面。啊，怎样？是要我去拿的意思吗？你真的把我当玛丽亚是不是？啊，你们今天住搬家公司啊？哪里的？在那里啊，那边也可以。哎、欸，你那个是没有带走？架子要啊，那个架子是我的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架子是要分开拆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整？要拿下来哦。拿起来挂在口袋。啊、欸，不能整架吧？哎、欸，好。你当演讲台。这是我的舞台。那我再哎哎、欸欸，突然间好多箱子哦，好棒哦。那我来去收。那我去收我的东西好了。一出来，一出来。那衣服啦，苹果。可以直接这样崩，我觉得康福的这个衣箱发明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这是很棒哎，这个很值得赞叹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要问他，等一下问他要怎么崩啊。学长没来，你直接拿给我上面的。会不会不够放啊？有可能。可是我还有一箱，如果加那边，先放放看啊。我还有一箱。哇！来！哦，好重哦！衣服其实是最重的哎。小空间大收纳，你看，感觉这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可以耶，放得进去吗？哦，还有一半，还可以再放哦，还可以。那边还有哎，拿、啊、去拿、啊。哇塞，你下去，你在楼下，你就方便再点。学长，康福搬家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吗？学长不要理他，这业主怪怪的。哇塞，这业主头壳有点问题。哇，各位观众，康福搬家，哇哇，他怎么没弄？他直接把我架子举起来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他直接把架子给你耶。谢谢学长。谢谢学长哦，他直接把整个架子给你，好 man 哦 ！Oh my god， 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但这个架子是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重哦！我以为我
我们来只要把东西上手就好，然后就可以出发到新家。这人怎么什么都没整理啊？哎、欸，我已经整理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傻眼呢、欸！我昨天收到半夜四点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好有效率哦，说搬家然后就搬家了，是不是？做人就是要积极啊。这句话从你口中讲出来，好没说服力哦。什么事都没在做，在那边积极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满了哎、欸。我直接略过他，不想跟他讲话。这要封起来，对不对？胶带嘞？哎、欸，自己搬家都没有这种认真，真的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下次发一集来我家整理我家好了。你也可以搬家啊，然后再请對、啊、再请一次康福，然后可能要请所有的主持群，因为我家真的太乱。大家就会说我那天没有空哦。没有，当然不能先跟你们说那天要干嘛。哎、欸，你在找房子的路上，我们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告诉你们。你一定会。哎、欸，失败。哇，师傅们的要粘几条啊？学长，学长，我有问题。怎么会有胶带要粘几条的问题？上面也要粘这么多条吗？一般上面只要十字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要让它容易打开的。车上是不是好了？这样就完成一箱哎、欸，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。好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你还有这个吗？嗯，你不是还有一箱衣箱吗？对啊，在那里，高高的那里，在厨房那边。哪里？哎、欸，这不会爆开吗？这个就这样子哎、欸，这样会不会掉啊？它本来就这样啦，不会啦。它悬空哎、欸，好哦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其实你剩这几件应该不用用到衣箱吧？还是那直接整个搬走啊？啊，等一下在货车上飞掉怎么办？没有，我说你那边还有位置放吗？哦，你说不用把它用，就直接倒着，就是把它折起来，对啊。要问学长比较精准。对啊，学长，我要去装床垫了。而且它这个装的那么满，是要怎么封箱啊？嗯，等一下我来。好哦，我要装床垫。而且看他们两个这样帮我搬东西，感觉特别有快感。就是平常啊，就是被他们两个施压，然后现在他们要帮我搬家，就很开心，哈哈。你打算叫他们帮你扫大小？好像可以，因为是不是听说有一个人是有去当过家政妇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就交给他，我等他这边搬完之后，我就去叫他扫厕所，或者扫我新家也可以。好看的，烦哦，不过装好了啦。我要这件，带回家给我。有没有补妆的东西可以补妆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有粉饼吗？哎、欸，你是来设计的是我这位太太？哎、欸，你哪有这种衫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是变魔术、哦。你怎么会有这种衣服啊 ？Magic 啊！钻石夜总会哎、欸！屁啦，这我去大热门穿的。你有在跑那个舞台秀那种工地秀、嗯？谢谢大家，如果想要看魔术秀，哇，工地秀哎、欸，钢管哎、欸，呜呼！怎么会有这种衣服？漂亮吧？哎、欸，好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彩彩，我现在很可爱。哎、欸，你有粉扑吗？搬家、欸。你有粉扑吗、啊？太长了，不要。你是要干嘛？补妆。你们那我学长，你们康复搬家都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用人家业主的化妆品，穿人家业主的衣服。啊，明天我搞到炸炸炸，我往边刮。哎、欸哦，这件也不错哎、欸，我要这件。哦，这件是贵啦，可没啦。这件是什么牌子？好像很合哎、欸，是不是我穿起来比较好看吗？你给我穿这件钻石夜总，我穿起来比较不好看吧？我不要那工地秀的衣服，我拔不掉了，怎么办？可以，
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看耶！你怎么会穿这种？你看我头发都断了。OK OK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认真，你这认真还要、喔？怎样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啊！你要干嘛？这件很可爱哎。那给你啊。我要这件。哎、啊，你这件给我放下来，这件还我。好，那件我还好，我要这两件。谢谢，那个柜台那边结账。耶、yeah! ！好，我有动力搬家了。我这六年还有通告。对啊，我有动力了，我有动力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认真工作了。好。懒懒的睡衣。你又搬我沙发。是乌龟的哦。你把这柜台啊，你是搬家来一趟，我们这房子真的。没什么笑话。蓝蓝的眼镜。认真啊，等下给我逛衣服啊！我看等下还要去收吧。哎，是我的吗？总是要有点那个。蓝蓝的发热衣。看我的电视怎么变这么厉害啊！好强哦！然后那个小电视，就它的脚架是我的，是我没有装好。对，那个小的，对，那一款脚架。这该不会传说中的贝贝吧？这是你的浴巾还是小贝贝？怎样？这个是浴巾还是小贝贝？我的小贝贝啊，成年老贝啊！你敢闻哦？那二十年都没有洗的哎、欸，好恶心、喔！二十年都没有洗，你敢闻哦？哇！成年老贝！哎、欸，这是我的宝贝哎！真假的？对啊。它抖一抖会有灰尘吗？不要抖！哇塞！你看，而且我喜欢摸这个脚脚，它四个脚脚都不见了，就是从小摸到大，然后它就是我会这样摸。这个要消毒吧？完全不见。而且这个是浴巾哎、欸。没有这个消毒就没有那个背的感觉。OK OK， 谢谢。这个不能洗，你把它包。我觉得头有点晕。你把它全部包。头点晕是正常的吗？为什么头会晕呢、啊？头点晕。我先把这个整理，因为我要包你的床垫。头晕，啊你家的猫嘞？它躲起来，因为现在太多人。它也躲得太彻底了吧？在这里啊！我看。在哪里？快吓死了！大陆，它也太吓死了吧？对啊，因为太多人了。啊，你家的猫好大只哦！大陆，你不要把它唯一最后一道防线撕掉好不好？大陆，啊，好可爱，好肥嫩哦！它腿超短的。天哪，我要变那个搬家达人了。如果我自己家有这样子，我有这样的力气，十分之一的力气整理，我家就不会长那样了。为什么我自己家乱成这样，然后我再帮别人整理家里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有人在家不打扫。对，为什么我这样去扫别人家？道路在哪？这里啊，我要看。他现在不安。你家有猫咪哦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只有我跟学长在搬家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没有，是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没有，那不是你的错觉，那是真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是自己来学习的，这是我错觉。哦，怎么会腰酸背痛啊？妈呀！因为我想要躲起来。它好小只哦，它很肥耶。哪会？我把它躲，让它躲起来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好棒。这里，这样，好，哦，要翻的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哎，你看这衣服啊，然后绑起来吗？对折，哦，因为它太软了，这是床垫就不用绑了，哇，好
生气哦，好酷哦！应该还是要那个袋子把它稍微。对，那我去拿一个袋子。你在挂衣服吗？是还？对哦，这里还有一件。束带，束带。门口的外套。那好像是我今天。你要不要挂一挂？啊，这假发是怎样啦？你刚把我扯下来的头发。哦。为什么要戴假？为什么要放假发在家里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假发都放了十你是不是蛮真的假的？这上面有跳蚤、哦。我整理了。稍微再拉紧一点。哦。这要干嘛？学长，这个要拆掉。哦，这样。然后我们绕一圈，因为它绳子太长了，所以你这样的话会很难收。然后再绕一圈。对对，直接从上面再绕一圈。然后再收就对了。绑在这边。对，它就不。这样子啊。对对对对。这两件外套是你的吗？你说上面那个吗？对啊。不是，都不是。绑一个活结。对。因为你这边有个结头，它就绳子就不会跑来跑去。那你帮我把枕头那些都丢进去。OK。娃娃枕头。那这个东西要帮它装箱吗？还是丢给你？对对，装箱会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你先丢过去。我要拿一个纸箱。来啊，丢过去了。这个柜子有吗？那个没有。里面的东西呢？那个要收。好。是不是要把它粘起来啊？不然我里面的泳装会全部掉在路上，对不对？这个要粘吗？你看。已经掉出来一点点了。老板，这个要粘吗？没关系，你先放怎么样吧？哦，真的、哦，好哦，那先放。不好意思哦，不要挡到搬家人员的出路哦。好。来来来，还有，那个枕头是你的吗？啊，折子的那个。你的吗？那个是，可是我不想带走哎、欸。这个是干嘛的啊？还是你带走？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靠枕。这刚刚有被翔哥稍微碰到。没有，它是靠枕啊。哦。对，它就是一个靠枕。这要把它折好吗？这可以洗吗？就是、直接丢。什么直接丢？它有成年老辈哎、欸。成年老辈哎、欸，我不行，我床有洁癖，你给我好好。有阿嬷味。你看起来超不像有洁癖的人，你有事啊？等一下，大便帮我洗一洗再放。你的 GoPro 应该不用了吧？我的 GoPro 在哪里？那一个是吗？有一个 GoPro 9啊。头好晕哦！天哪 ！Oh my god！ 你应该不要了吧？我要啊！你们不要这样在我家搜刮一堆东西。你们这些土匪。可以贡献给我们。对啊，可以啦。对，我们很缺 GoPro。一堆人一起来拿外套啊，拿洋装啊，然后搬沙发啊，然后现在看到我的 GoPro 又想说，你 GoPro 没有要用了吧？我要用。你看他，拍贴机耶。柜子的鞋子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应该是国中吧？会拍贴机应该是国中吧？然后眼睛放超大这样，像外星人。对啊。好可爱哦。你竟然有拍贴过哎，兰兰，这很可爱哎，我来看有什么东西。要，好痛。音响，要啊，那是我的回忆耶，我去北海道拍的。这拍贴机耶。要先穿起。为什么？这个要不要直接收进去？要啊。你从刚走。微笑。这些可是吃的怎么？啊！是他们的什么东西掉了？搞到卡塞里哦。雨伞这些我扣工钱。好，这是我们去金阁寺的，我也是挂在冰箱上。对啊。啊，就直接放进去哦。要不要拿一个小袋子装啊？没关系，你就丢吧，因为我到那边会重新的。有这招。对。那个香蕉的皮怎么掉？那个刚你说的。GoPro 我们带走就可以了，就放这儿，哇，有这招先进哦。那这样底下也要粘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然你等一下一搬它就会
整个箱子都被弄坏了。好，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这样子。床单被。我帮忙写。对啊，我还帮他写二十年的成年小贝贝。那这头是什么意思？你力气其实蛮大的吼，这里面被子啊，不是，就是一些很臭的东西。啊，那就不用哦。对，啊，这是垃圾。还有什么啊？这里箱子。这个。暴气。暴气。这个比较轻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是轻的，是轻。不好意思哦，借我过一下哦。我们垃圾要先放哪里啊？外面回收。这个吗？这在内衣耶。哦，这大的还是小的？蓝蓝的内衣给大家看一下，运动衣，我也有这件，这小可爱。好多灰尘哦！好多灰尘哦！这还没封箱啊？这个柜子是他的吗？这应该不要了吧？啊，那是我的那个还要，啊，这个嘞，哎，那浴室那一些是不是要稍微清一下？那个、浴室马桶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？哎，这个他直接忽略掉，这个干脆就全部一起丢进去算了。哎，你叫我吹个刘海好不好？你有吹风机吗？我有那个这个啊，这可以吗？你可以卷一下。Oh my god， 你厕所好乱哦。很乱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在整理啊，还没弄完而已。好，这样应该是有开吧？有吗？有的，这样有。好。都是小杂物。妈。这种可以把它都装在这个里面吧。漱口水。整理一下头发。上面那个不用，架子要吗？架子要。
哦，他们拿我东西来用，然后说我这个业主是 OK， 啊，一进门就殴打我，就把我头发全部扯掉这样子，然后现在在里面没有在做事情，底下那只那只底下那夹头发，你别给他把裤啦，然后我弟弟留头夹。哎，太太，你这些要放哪？看一下有没有箱子。这怎么有这个？这什么？啊，你这个也太碎了吧？你这个要怎么放？陶哥，不行啊，我头发。你有洁癖哦、喔？这是什么？这三年这是什么啦？这是没有在用。双眼皮贴怎么会在这里呀、啊？这可以丢掉了啦。这可以丢。啊，这是你刮哪里的毛、啊？要用这个啊，女生不就毛很多？啊，对啊，这是刮那个、喔。是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有？有没有吹风？有没有吹风机啊？吹风机包起来了哦，一斤这样子，给你啦。有懒懒那里的味道，包包的啦。啊，这是到重点是到底要不要啊？这也太不要了，因为我用这会过敏。这些哦，我眼睛会肿起来。这比我家还脏哎！你确定比你家脏？确定啊。那还是我们现在马上突袭你家。你先不要，没关系。我觉得。应该不会比你家脏吧？先不用，谢谢。先擦一下那个便斗。这一袋，他快吓死了。放纸，还是要看是白色那个纸吗？整理一下自己的刘海，早上刘海好乱哦。啊，怎么整理起刘海了，姐？对呀、啊，刘海有够乱。眼药水丢进去，杂物消。你浴室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的。我不知。可以，都可以。我不知道你浴室哪一些要。大的，你找一下。有大的。你那个猫砂那个我用大的装。好。好像有两小箱。那个懒人骨是你的吗？对。那学长造什么风？用胶带这样一直。袋子啊。哦，一样。浴室的话有没有？拿这个袋子。好过敏哦。那你把这，你拿滚轮把这个沙发粘一粘啊，反正你要带回去。咦，那那个是刚刚喷上去的。你滚轮嘞？也被收起来了。真的、喔？那你回家一年啊？是不是差不多了？看起来差不多了。这个先让它出去好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来。倪轩刚刚做了哪个部分？这个我做的。还有他两个衣箱都是我弄的，还有什么？听起来好像好普通，还好哎。我来，我都在帮他收杂物，他杂物太多了。吸尘器要留吗？你杂物到底收了没？收了。绿色那一台。看一下还有什么。那上面还有一件衣服。我来了。这个也要放吗？对啊，把它装进去比较干净。你确定它还有比这个在更不干净的时候？你要不要确认一下？要收进去。帮我拿那一件。来一个这个吧。感恩你。这一箱是别人的吧？还是你的？哦，是你的。不会有别人的东西。不是，他不是说要给别人的。他们都拿出去了，啊，这要带去哦。要啊。过敏源要来了，过敏源。哦。他根本还没拆过哎，这个。哦，这边。过敏源。来这里受罪。开掉了。啊，这一袋又是啥、啊？先放一下。好啊。吸尘器留在这好了。这边有一台。对。所以你还有？他那边还有。
他那边家具全付了、哦。对啊，好棒哦。好像真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我要丢掉。那我先把这拿出去。这个要，这个可以先拿出去了吧？那两罐乳液嘞？那个我怕带去会喷出来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喷的？拿在手上，现在把它用完。我看到了，怎么样？我的东西是这样子推出去的。那个是，是那个是那个，完全不需要防尘的懒人骨。康复哦，我想说康复搬家吃东西都这样给我推出去。临时工，临时工哦，有啦，他们师傅们是很认真的，而且动作超快，完全就收好了、欸。然后他就是问说你什么要什么不要，然后全部把你带出去了。走开走开，不要挡路！你看你看，现在又这边嫌弃业主挡路，哇、哦！那技能哎，真正没当抢，没抢机，没抢。哦，你看你看，好厉害哦！哇哇哇，很猛哎！哇塞哇塞哇！我们这个小心一点哦，不能用推的哦。嘎！好像真的没了耶，差不多了耶。丢掉的，回收。啊，这个怎么还在呢？为什么他还在？他阴魂不散哎！哎呦，袜子，我的袜子，臭袜子，是新的啦。哎，懒懒的原味丝袜，你要不要直接放进去给他包起来啊？对啊，要不要来？可以放得下吗？可以，放在上面，我把它固定起来就好。啊，猫嘞，在那里。哦，已经进去了，我去看一下猫。好专业哦，他名就叫 Dolu。Dolu， 你的味道。对啊。刚才怎么不收进去啊？奶奶的内衣还是湿的。我忘记这里，这是我昨天出外景的。我忘记这里还挂着两件呢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天哪，我头点晕哎、欸，是正常吗？怎么办呢、啊？这怎么办？先移出去。哎、欸，师傅。还要打扫对不对？对，还会打扫。哎、欸，那个师傅，你就穿着没？穿着啦！啊，现在外面太阳二十几度，我穿两件都穿着。我们已经封箱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一人穿一件。打烊喽。一人穿一件。不要。一人穿一件。给兜路穿。所以那这个要包起来吗？外套要不要包起来？就叫你穿着，这么简单。太酷了啦！这样子啊。这很热哎、欸，现在外面要30度哦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你穿，你穿，换你换。我不要啊！那你塞进这里。这太小了吧？那你把它放在那里面。这也太小了吧？等一下衣架可以收起来。好热哦，再塞了进去。给它插进去。他没办法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说没办法，只能拿着了。拿着，拿着。他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再一趟就可以了。这是臭臭袜子哎、欸，这是懒懒的臭袜子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忘记了吧？哎、欸，蓝小姐。而且为什么少一只？只有三只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怎么会有？不是，在那边一直碎念呢、啊。怎么会有人把我的放在里面啊？在里面呢、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做，你不知道做资源回收吗？好想生气哦！他要装外套。我想把你哦，有箱子哦，早说嘛，我把它想要塞进去。好像没了耶。